10月25日 ，TFBOYS 组合成员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合体现身长沙，参与金卡通《疯狂的麦吉》第三季节目录制。杜海涛也到现场助阵三小只闯关。当天，三小只颇为默契的都穿着黑色裤子，上身穿着则十分休闲，帅气十足、勇敢无畏的闯关答题，尽显青春魅力。此前有网友拍到了王源手机上出现了陈伟霆绝技的剧照，因此引来郭敬明大喊吃醋。当天，王源也对此做出了回应。电影那几天宣传照刚发布，所以我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可能是照相的话，恰好是照到了陈伟霆哥哥的，让每个人我都有看。而谈到初次涉猎大荧幕，跟吴亦凡、陈伟霆两大颜值爆棚的哥哥合作有什么趣事时，王源难掩兴奋的忍不住手动点赞，特别好。因为他那个电影就是，扫描模型嘛，然后他们在片场就经常把我的衣服给劈掉，就是一个逛的人，但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一个人肉色的一个人的模型。然后吴亦凡哥哥和陈伟霆哥哥都挺照顾的，就是他们两个就是特别敬业特别专业。再过段时间就是组合成员王源的生日，平日里关系特别要好的其他两个小伙伴谈到有没有为乃源准备礼物时却略显尴尬，王俊凯笑称还没有开始准备，而一旁的王源则连忙发声打圆场，不行，这个不能说，这是一个surprise， 是一个惊喜。本以为这个问题会就此打住，没想到王俊凯还不忘记给自己补上了一刀。我帮你圆场，你要给我圆回来。就是这是一个秘密。对，前面要卡掉，就是这样。易烊千玺今年9月入学长沙的中学，成为了媒体关注焦点。不过日前有媒体爆出易烊千玺已经转学至北京就读，对此易烊千玺也做出了回应。不是转学，因为我在湖南，然后在湖南上学，然后学籍在湖南。那是因为我家人在北京，然后所以最后我决定去北京接受教育，然后所以在那边学校只能算是补习。随后易烊千玺还不忘记安慰粉丝，不要舍不得嘛，反正两边都会来回跑。不论是绝技、长城、小王子还是诛仙，三小只逐渐在影视剧方面崭露头角，对于之后会否将重心放在演艺上，三只却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唱歌其实算是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动机，但是我觉得拍戏其实途中也挺好玩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唱歌为主要的。芒果捞新闻，其实不管三只以后是唱歌还是演戏，粉丝们都会一直支持了。报道。